在靠近盐城那边的一个少船头，其实它是日治时代的一个老屋，然后刚好被拆迁，然后有一些新闻的一些争议性的报道，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然后发现到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只是看那一些被打掉的一些石头，但是刚好有遇到一些周遭的邻居讲述这一栋建物它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打碎的石头，它以前这一边的一些开发经济的关系，所以它这里的一些石头，然后勾机了，然后厦门砖，然后它是从哪边来的，那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开始在文化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里面去搜寻到一些台湾特殊的一些情感。说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包包，然后还有茶壶，其实这跟我自己从事商业设计的背景有关系，但是其实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一些传统的一些符号跟图腾，其实他们这些符号其实他们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情感跟故事在。其实台湾的符号并不是都一定是松手，其实当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它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很时尚，